孙天就叫我做工啊，盐水来睡一下了。家运给我醒来，天天那边睡，自己考到那么差，还要那边睡，你都好意思哦，天天给我烤个零鸡蛋回来。啊，老妈怎么会这样的？哎呀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怎么这里是什么 Good Morning 十八姑娘？给我小试一下看。这个听说喝了会可以考100分哦。哎，我教你们怎样泡120ml 的水，倒入三汤匙的十八姑娘。哇，很好喝哦。现在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天天我要喝 Good Morning 十八姑娘。有时候我会放一点冰块泡来喝，很好喝的。我要喝 Good Morning 十八姑娘。 One month later。来，李佳韵，看下你的成绩，不错哦，考到这次分100分，我终于考到100分了哦！我要喝 Good Morning 十八姑娘，我真的很喜欢喝。